啦，自我科以嚟咧，可以話係咧非常之多人嘅關注咧，好評如潮啦。除咗增加咗咧我哋觀眾朋友咧對於我哋嘅配音更加認識之外咧，其實在這裡我真的很謝謝 Lisa 姐。Lisa 姐她说了一些很鼓励 的话，就是给我们后辈都很多的支持。其实我当然觉得很开心，开心的是我觉得有一位这么德高望重的前辈去说这番话去鼓励我，我已经觉得真的很难得，而且很觉得很感恩很开心，所以非常谢谢他。所以我也抱着一个平常心吧，就是其他的我也没去想那么多。